好了，同学，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白板的部分了啊，看看投影部分。那同学呢，我们在这上堂课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提到受之概要了了哈，那就是53相应法里面受的概要。然后我们在受里面有分三种和分五种了哈。那么呢，受是骗一切心心相应，骗一切心心所相之一，就是所有的心所都有的。那我们呢，就是在受里面呢，它的目标是受用的目标，之谓的作用。然后每一个心一定有受的哈。同学，我们基本上啊，进入这个受之概要呢，其实也是同时啊，对52心所再一次让自己熟悉了这样子的情况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有提到，有经教和论，就是分法呢有分五种受，还有分两种受啊，五种受或者三种受，然后呢有包括身受在里边，乐受、苦受主要是身体为主了，那么还有乐受、忧受和舍受了这个就是受之概要有关系的。那我们在上堂课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呢，对于受啊哈，55种，就是这一个上一堂课哈，和同学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就对这个55种受，它是属于舍受，然后呢还有62种受，它是属于就是喜受、乐受。那同学呢已经做过一个温习了所以可以讲在过程里面呢，慢慢让同学掌握。那同学呢，大家就以你各自的进度呢来进展道具上面那个黄，你看到黄色的开一开比较看得到OK 楼上我没有开到灯。OK 这大体上呢，这个就是受之概要，上一堂课我们停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接下去呢，继续看我们下面的新的内容，今天新的内容好，今天呢应该会把这个乐受苦受呢，应该会把它完成了的吧？好的，来我们看呢乐苦各语义，来就有请就是Elaine 读一读就是这个受可分三种了请读一读了。受可分三种，乐即苦与舍，加上乐与忧，则成五种受。乐苦各与一，忧则与二心，乐有62，其余55。乐苦与乐苦各与一，当知除了乐句与苦句的生事之外，双无事的其余四对都是舍句。朱圣译注解释：于眼、耳、鼻、舌四门当属于所照射的目标撞击，也属于所照射的根门时，其撞击力并不强，就犹如把四围棉花放在铁掌上，再以另外四团棉花敲打它们，因此所产生的受是舍受。然而，与生门其目标是四大界中的地、火、风三大。如是，当该目标撞击生金色时，其撞击力则十分强大，且扩展到身体的四大。这就是有如四团棉花受到铁锤敲击，铁锤吐过棉花，再重击铁毡。当目标是可喜所缘时，升起的声势是善果报心，而其相应声受是身之乐受。当目标是不可喜所缘时，升起的声势是不善果报心，而其相应声受是身之苦受。好，感谢。来，我们可以消化这段文了。
同学课本呢，我们现在是在163页哈，同学哈，课本了哈，那属于节四之注读说明了哈，啊，第三章节四之注读说明。好，来同学，我们呢就继续上课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啊这边呢有提到就是乐苦各与易哈。那这一个句诵这段主要讲什么呢？生事之外是乐居苦居之外呢，双五事其余事对都是舍居，这个应该大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啊，接下来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呢，就是呢，这是根据这个书生译注的解释哈，他讲啊。眼耳鼻舌四门是属于所造色，然后目标创极也是属于所造色啊。这个其实呢之前呢已经我有看到，就像现在哈给大家看到这个荧幕，那我们呢也是看风扇吹在我们的身我们现在看到这荧幕，那我们的眼睛本身呢是属于所造色来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目标也是属于所造色，那所造色跟所造色之间的创极呢它不会太大，所以呢它举个形容词是四团棉花打在四团棉花，所以呢我们呢包括耳朵里面听到声音也好，包括鼻子嗅到香味都好，包括舌头尝到味道都好，都是属于四团棉花打在四团棉花的。但是他说生门就不同了，
圣门里面呢，他说啊，目标是四大界的地、火、风三大啊。这样，同学，你看到、啊、我们身体哦，碰到这个地，同学有感觉冷冷的感觉嘛？哦，在阿毗达玛里面呢，他们一般上是这样的，他们呢就说，哎，你感觉到这个冷，对不对？哦，它是归类在火大，地、水、火、风呢，其实呢，他们就是说啊，在禅观里面的时候呢，地、火、风它是把它化成它的特质的，所以呢，想地大师。地是包括硬粗重软滑轻在里面的，所以呢，其实观地大呢是观地的特质的。那么火大是冷跟热，所以你碰到的是冷跟热。那么根据他所讲啊，我们这个身根本身就是属于四大，那这个我们碰到这个冷也是属于四大，它是四大对四大，创击力就强了啊。这个就是之前的课我们有讲到，卖衣服应该可以试穿，然后呢，买车也可以试驾啊，它创新力大，带来的热搜会比较强烈的这样子了哈。然后他讲啊，不只是这个如此哦，还可以扩展到身体的四大了哈。我当然呢，现在卖衣服啊，淘宝就是也很卖的都没得试穿，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哈。那现在呢，甚至买衣服啊都可以哦，在电脑屏幕里面把衣服试上你的身体去。然后呢，他就可以成交啊、哦、这个呢，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吧哦，他的满足感愿意买啊，不是在于穿在身体上那种四大对四大的感觉了，他是以别的方式来跑，可能是便宜让人愿意去买吧啊、哦、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数据证明就是网购衣服已经打倒了就是shopping mall 的那种形式，就是就需要店面的，有提到吗？有。没有打倒到，对不对？到目前为止有影响，有影响，有这个趋势啊，但是就是还不是没有把它打倒到，因为就是店面的还是要试衣服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网购还是没得试，对不对？啊，那如果是真的事实上没有打倒到，就表示这个理论上还是成立性了啊，这样子了啊，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点了啊。好，然后这边有讲，如果是呢，啊怎么？哦，对对对，啊是，我懂你意思，其实你要讲的可能就是说、啊、眼睛看到可能那个锁缘呢还会带来创击哈、哦，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只站在受的立场来谈嘛的，你讲那个课题呢是在 chapter five 谈的啊，因为那chapter four时候，因为主要是谈到就是啊行路过程是比方说给女孩子看到老鼠或者看到大象，老鼠会更大的创击嘛，对，啊是，这课题到第四章。那这边要提的就是呢，关于就是关感纯粹啊，就是这个感官本身，就是神经系统本身，就是眼搭还有看到的两者本身，它带来的色，它都是四大对四大所照射，对四大所照射，它主要是说明这一点罢了的啊。不过你那个东西还会考量在里边的，就到最后看看到什么所缘而造成的创击这样了啊。OK 好，好啊，谢谢问题哈。好了，同学看他说啊，当目标是可喜所缘呢、啊，升起的声势是善果报心，同学还记得吧？善果报心啊，善果报心，同学，如果你没有印象的话，你知道善果报心是在哪里找得到吗？你是找找看，你去十八微云星找，声势只升起善果报心吗？还是可以有别的？同学你找找看。啊，线上线下可以同时回答的，你找到的话。真是只有善果报心吗？还是不止呢？啊，同学，你应该在十八微云星那边找了啊，你去把十八微云星找一找，找出十八微云星的图是最快的啊。善果报，还有呢？啊，对，善不善？对，那市民也回答了，对。所以同学，你就我会多问问题，让你熟悉了，好啊，让你熟练整本书这样子，好啊。所以同学其实后面有提到了，好。他说目标不可喜所缘就升起不善果报行，所以同学你看啊，按照他这边的理论来讲就是 OK 可喜所缘出来了，表示说 OK 我看到这个钻石我很喜欢哦啊，出来了，那我手去摸它，那个声是升起的呢，是属于善果报行，这是个可喜的 OK。 那么呢OK 有一天我去碰一个尸体哦啊，那个是我很讨厌的哦啊，
或者是我要碰那个垃圾，那不可惜所缘，那么碰到的呢，身体就是不善果报行啊，就是一个这样理论啊。所以同学你留意哈，啊，阿毗达摩的因果观念呢，和我们一般的理解会有一些不同的出入啊，你们慢慢听下去就会听得到的了。好，啊，对对对，但是呢，他简单处理，先不理那个先，他就是暂时定义为可喜所缘，过后呢，就你去接触，就产生果报。那你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想要提的，不过我现在先不谈它，到后面慢慢会带出来了，因为到行路过程时候一定会肯惜的这个东西的。嗯，因为很简单嘛，我讲钻石是可喜所缘，真的吗？我看呢，我们这几个男中不相对钻石会喜欢，对不对，先豪？啊，对对对，是是是 ，OK， 你说，我们对垃圾是不可惜所缘吗？我们不见得吧，捡垃圾的人，有些垃圾是宝来的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它到第四章了，它有肯惜的这个再带去里面去了。我想讲，啊，看桌子可能有。啊，对对对对，那是后面的心路了哈，现在它只是直接只是谈收罢了了。所以呢，当我们这些加进去，还有那些加进去，它就是第四章心路过程要谈的了。所以现在 basic。但是呢，先处理好有这个理解先啊。当然有时候你感觉上不是这样哈，好像他说 OK， 眼识是舍受，我们感觉不是嘛，对不对？明明那你都会讲嘛，哎，不是嘛，哎，我看到哎很强烈的对头啊。但他的解释就是呢，他其实在心路过程是跑了两个绕，一个绕是跟眼门，第二个绕就是意门的，而且他跑得非常的快，我们的 feeling 啊已经到第二个绕了的啊，这也是到第四章哦，他有交代清楚。所以同学暂时呢你先理解这样子先，第四章啊你很多疑惑啊，你们先问这些，后面有答案啊你就很有兴趣了的了。好 OK， 好了同学，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 footnote 是没有什么特别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OK， 所以呢同学这些理论呢哈啊，有讲佛学像道菌呢哈就用得上了，因为一般上啊这种生根啊根茎结出东西都是我们讲佛学人逃不掉的啊。那么这种解释呢要到这种科目才会提到像什么缘故了啊。英顺导师说我知道其实有稍微提到这些了的了啊。虽然看来哈啊，有请就是正请读一读啊，虽然看来哈。虽然看来演示等其他四种根是像是也能以乐以苦受俱行，阿毗达摩论认为这些首先身体的根是必定是以舍受俱行，再以这些根是身体以同一心路过程的修行，以及随后升起而缘起同一目标的一门。心路过程里既能对可喜的颜色生相宜，即未生起新的乐受即业受，或对不可喜的颜色生相宜，即未生起新的苦受即忧受，或以终舍或不执着的态度对待目标而升起的舍受，然而这些都是心之受，并不是身之受，而且是在眼识等根识过后才升起，而不是以首先升起的根识相应。当身体已塑形的阶段时，这些受既会以善或不善心相应，然而以阿罗汉心中升起的业受及舍受，则以唯作心相应。好，感谢啊。
同学留意到吗？这一段呢，其实已经有解释到刚刚，好、就是解释到刚刚我要说的那个重点，那就是呢，受的部分呢，它是非常的快速。同学先看呢、他说虽然看来也是其他四种根是像是也是乐或苦受俱心，刚刚所讲的了，对不对？感觉上好像是哈，但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认为呢，首先是根是一定是舍受，随后呢由的意门呢产生，才产生乐受及苦受跟舍受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感觉好像是眼睛带来的感受，或者是其实或者舌头带来的感受，其实都是后来意门的感受来的啊。所以其实阿毗达摩，你读阿毗达摩一定有个概念，就是呢，阿毗达摩是经把我们带进去一个比较微观的世界来的，就像我们以前念生物啊，尤其是高六的时候啊，中六的时候念的，全部我们都看不到的，都是显微镜底下看到的一些细胞的世界，随便到我们呢都是要去推论，当时情况是如何这样子啊？那这个也是进入微观的世界，所以它的情况呢，也是和我们现实是有落差的，所以他说呢，这些都是心之收，然后呢不是身之收。而且是在眼识等根识过后才升起，看到吗？它是心之受，不是身之受来的。然后呢，不是首先升起的根是相应来的。不过他讲呢，但是到了塑形的阶段呢，这些受就会与善或不善心相应。这个又回到去立晚了，刚刚有提到的问题了。所以呢，他读这个一定会去延续到一些后面的章节。同学看一看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了。一到这边塑形时候前面的我们的就是眼根和就是六层五层接触时候，对不对？当我们一接触时候，对不对？首先它带来的受是舍受，过到第二轮跑一门行路过程的时候呢，它一跑到来塑形的阶段就会我们所讲的了，会看你跟什么心相应善心或不善心相应。所以刚刚立文你讲会不会跟贪欲相应，就是指后面的这一边的。那刚刚我跟文文提起说我们开头感觉都是舍受，其实有乐受苦受是第二个 round 的讲的就是这一个了。所以同学你们看呢，以这边以这个图来讲，就是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他这样子跑一个 round 非常的快速，那这时候呢他的受还是属于舍受来的那跑第二个 round 的时候呢，一门转向跑的时候，他开始有没有贪欲等等之类，就开始出来了。可以理解吗？所以说造业，嗯，有两种，怎么样？没有，不是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呢，如果阿罗汉在阿罗汉心中升起的话呢，所有的感受呢都用为作心处理了，这个也不难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所以到这边呢，同学已经清楚理解了。好了，同学，我们现在呢，请大家打开你英姿概要的图表。一样的，我们在开始之前，先给几分钟同学请你摄影这边好好的留意一下，看在图表里面有看到什么规则，最好你可以发现规则，然后呢，以你之前的认识去看同学，你可以呢，就是先从树木这边看起，然后树木字看完之后呢，再通过就是欲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处世间心，然后呢来比较，看看有没有找到些泥端这样子了。好，那么呢你暂时可以不急着去课本，你发现越多问题，接着下来就越有趣的了。好，同学可以开始了哈，请你看一看你手上的图表。看过了的同学就可以表态了哈。然后我们就继续了差不多有过半。那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看师父看到的东西跟大家看的一样不一样。
好了，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摄影这边呢，首先我们一定是先去看一看它下面的数目字哦，就有发现就是18、8、20、52、59、59、47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哦，我们再看一看了。OK， 好，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音这边是我们先看呢，就是它的标题是有无音、贪音、嗔音、痴音、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应该也是熟悉的哈，因为在就是心所里面呢，这些都是大家熟悉所看到的。然后同学，我们再看一看哈，在这边呢，就是发现就是呢，原来呀，要用这个方法。他不给我 split 了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好，原来在这里呢哈，五十九呢是什么来的哈？看一下先啊，是无贪无嗔来的 ，OK 好，然后呢最后一个无痴呢是多少？同学帮忙看一下，47，所以呢无贪无嗔是比较多的，它数字是比较多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89星里面呢无贪无痴里面这两个星所是占。大部分的啊，这心都是比较多的啊，这也不难理解。同学，你看我们背过嘛？我们有背过讲18贪嗔心是，就是十二个是属于贪嗔心，对不对？十二不善心，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到我们的出世间心、无世界心、世界心跟欲界心，所以呢，其实比起来的话，欲界心扣掉啊，就是所谓的十二不善心啊，它十二不善心之外，还有果报心、为作心，所以。它 logic 的，它是更多是对的，好啊，整体来讲是更多是对的，好，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这边出现一个是无音的，那同学我们看一下，无音是18啊，为什么是18？是我们在哪里读过？啊，对，18无音星啊，所以呢18无音星完全这里就出现了的了。过后呢，我们看一下八个贪，两个嗔，对不对？然后呢12个是什么呢？是啊，对不对？所以呢八个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12个贪根心里面有过的八个，然后呢过呢有两个嗔根心，它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吃却有着12个那样的多啊，这个就值得去研究啊。不过也不难理解，这12应该是指的是什么？12不善心咯啊，对，所以应该是12不善心，所以12不善心里面全部都有吃心，简单来讲相当容易的啊。好，那这里59、59、47呢啊，就要特别去再特别研究它里面的内容哈。好，同学这边呢，它其实有一个特色啊，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同学你有留意到这个总计吗？你们看白板这一行有留意到吗？啊，就是呢，它有二出现，有一出现哈，二出现代表什么呢？啊，对，它有两个音呢，对不对？它有两个音。然后过后呢，有一个是一个音的，同学你看这个一个音是什么来的呢？对，是吃，是一个音的。然后呢调举也是一个音的。然后过后呢，其他全部两个音呢，它都是贪音跟痴音在一起的，同学你。然后呢这边是嗔音跟痴音在一起，同学你们留意看有没有出现贪跟嗔在一起？没有，对不对？好， OK， 好，就是说 combination 是 either 贪和痴，不然就贪和嗔，所以它的数目字出现就是二来的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呢，所有的不善心一定会有痴因，一定是涉及在所有的不善心里面的啊。但是呢，过贪跟嗔就看情况啊，就确定的啊，这个就不难哈啊。过呢是报应心也是相当容易哈、啊。然后呢，痴根心本身这个呢就很单纯，只有痴罢了，没有其他哈、啊。那理论同学还记得了啊，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的，好，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接下来这一边呢，有些出现三，有一些是出现二，你们留意到吗？如果在欲界啊出现三的话，代表是什么呢？对，是自相应的。同学留意，凡是三号出现的话哦，一定是肯定这边是自相应的。那么二号的话就是自没有掉了的，啊，这个规则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了。OK， 好，那么三果报跟围坐。Okay,都一样哈，是这样子来处理的哈。好，过呢，接下来色界、无色界、出世间，全部都是三的，意思就是讲呢，他们都具备无贪、无嗔、无痴的心啊。
所以啊，这个还算是蛮容易的，对不对？好，只是就说59啊，好，你可不可以把它算得出来的话，就看你的熟练度来决定。来，同学试看，你把书关一关 ，OK， 好，来看看。这里呢，我们就试试看，给同学算一个无贪心59，看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出来，就是牵涉到你89斤熟练不熟练哦，啊，还有一些基本的理论能不能够啊，试试看，同学，你就拿张白纸来，然后过后呢，也是时间你一个个来写，你只要可以把十个贪嗔心，有几个大概这样出来就行了。同学可以试试看啊，试过了的可以表态了啊。啊，慧婷啊，你的样子是打斜45度了，请你再加多45度就会正了的了。奇怪，他会不知道的哈。OK， 终结一位好了。好，慧婷，我们现在呢，请你就是打开图表因子概要的部分呢，然后呢，无贪是47个。试试看你可不可以把它算出来啊，一个大概哈，是够大概可以的哈。OK， 好，那细的部分就知道自己是弱，是需要补的了哈。好，道具两位好了哈。我看一下先啊，要你们算的。算59的，算59是。可以用新三位好了啊，同学，你们所谓试够的呢，如果觉得哎还有什么东西 miss 掉，你自己去补回了，都是熟练不熟练的问题罢了的了，好，该教的都已经讲了的了。104位好了。啊，文良欢迎加入，请打开杂项子概要、瘦子概要、因子概要的图表了。啊，课本是105页哈。那么瘦子概要的因子概要图表打开之后，就看一看那个。57是如何算出来的？好，序卷好了，5位好了，新年好了，6位好了，
啊，好的，啊，慧婷，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让他打横吧，没有关系哈。啊，那慧婷你就打字回应就行了的了，好 ，OK 啊。还差一位。好，正清好了，来，同学，我们回去，就是直接看课文了啊。啊，同学，我会发现呢，每个人进度不同，没关系，同学以你自己的进度来进展，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呢，参加那种已经好几遍了的，所以他们自然有些比较快的啊。OK 啊，都没有关系的啊。而且这个阿比达猫可能不是你啊，唯一的一次哈、啊，你可能还会上好几次的啊。对，那同学，我们就直接进去英子概要哈。来，有请就是钟杰读一读哈，《余音之概要》。《余音之概要》当中，音或根有六个，即贪嗔痴、无贪无嗔及无痴。解五之注读说明，音之分析在这第一篇里。一切心会依据他们的因或根而分类，在经文，在经中，巴利文用以表达广义的原因 ，karana， 它与原 vajaya 是同义词，而且常连成一词，它代表任何作为其他事物的因之法。然而，在阿毗达摩论里，因是专用以代表根穆拉，且只用以六个决定品德的主要心所。之前已曾诠释，因是使道和它相应的心以心所稳定，坚固的心所。有因的心如树般稳定又坚固，无因的心如险台般既软弱又不坚固。在内文里所列出，好，感谢你啊，神经变化一下。啊，同学可以的话，请快速的去到第二张心所的那个图表，然后把那六个音抓出来，它是偏好几号？同学试试看，看谁有印象可以快速把它完成。好，请去找第二张，然后呢心所的那个图表，然后把这六个音的偏好把它找出来，有请啊，线上线下谁找到可以表态了。OK， 有上到下十几，十四、十八，然后呢？二十一、三十二、三十三。OK， 我看我们有同学可能第几页还没有找到，在第几页啊？立完。啊，请翻开第六十页哈。讲号码，顺便讲一讲他什么心所了。十四是吗？啊，十四是吃，然后呢？十八贪，还有呢？二十一嗔。啊，三十二无贪。三十三无嗔。啊，五十二慧根。嗯，对了，没错，好 ，OK， 好，好，嗯，好，同学，那这个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这六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头鬼来了，啊。
因为呢，在我们很早啊，我们不是有定义说嘛，哎，这个心善或者不善，定义在哪里呢？同学，就是有这六个所谓的因或者根来做决定的，啊，那定义就在于它了，啊。那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善不善的定义也是从道德上来说，所以同学记得就是七篇六杂呢，他们是没有一个确定立场，就看它跟到谁。所以在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心呢是可以有无因，可以有就是一因、二因和三因的哈，啊，就是从这边呢就知道谁哪一些是善，哪一些是不善了的了啊。好，同学已经把一个 assignment 完成，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边哈，他有讲就是所谓的无因心哈。就像仙台般既软弱又不坚固，那无因心以刚刚我们所找的呢就是十八个，同学留意看一看十八个无因心啊。同学请看我们心路过程，哪一些是有因心，哪一些是无因心，同学请你把它简单列出来一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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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我们心路开始啊，请你开始翻查那个有因，那个无因，那个有因，那个无因，试试看。不确定的请你找数啊，现在是时候你都要熟练了啊。不会，我们心路怎么会全部都是无因啊？不止。OK OK。同学看一下哈，你看啊 ，OK。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端，应该是不知道对不对？还没有学到嘛，哈，不清楚嘛，哈，我们转向性已经学过了嘛，有因还是无因？无因嘛，哈，还记得吗？它是 under 什么 category？ 十八无因心，同学啊，对，十八无因心，它是属于无因为作，对不对？啊，是，所以同学你要记得这个，你就转换才可以快了的了。同学你可以翻开去十八无因心第几页啊？同学课本。请翻开，同学翻开25页，节几啊？节十。是属于第一章节十了，对不对？十八无因心哦，第一章节十，表意三啊。同学，请你翻过去对看看，你看呢、啊？我们转向无因心哦，然后五事之一也是无因心，领受也是无因 ，OK 好，对不对？然后呢，推度也是。无因来的哈啊，确定也是无因来的。好，同学，我们有无因为作，无因为作是那几个呢？我们转向还有呢？还有哪一个？确定是一门转向来的啊，确定就是一门转向啊，对，还有再加上个为作心，一样的，所以这全部都是无因心来的，同学看到没有？全部是无因来的，然后过在后面这边呢，应该因为他们不是无因嘛，就是全部是有因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原来一个心过程里面呢、无因心啊，他刚刚形容说无因心啊，好像显台般软弱，对不对？就是指这些心啊，简单来说，在一套戏里面，这些他们都是 Calife 来的，然后呢，后面我们讲有因心啊，都是强而有力的。那这个有因里面呢，就在塑形，塑形大家都知道造业，同学记得，所谓的有因心包括善的，也包括不善的，所以不善的有因心强过无因心，可以理解吗？哦，对对对，它只要有因啊，它就强了有力，它就可以造业了的了。那么呢，这一些全部心呢都是无因，都没有办法造业，所以它只可以过门了哈，从这些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端。把整个 process 啊、带出来，把整个带出来，而让这个塑形产生它的功能，然后造了业之后就潜藏在我们的有，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哦，原来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 ，OK， 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同学这边呢，就是这些都是双五式来的，然后呢，这一些呢，我们转向啊、确定啊，就是无因为作心来的，看到没有？好。然后呢，推度领受五事全部是属于我们讲就是这个是双五事，领受推度它的 category 什么？看一下，领受跟推度有特别 category 吗？
are under 什么 category？ 不是舍受，他 under 什么 category 给他好？只是不算果报相报的，对不对？我看一下啊。一般上是咯，因为我们所讲的就是算五事啊，这样子罢了。但是就是提到就是上不上果报，总共是有整十五个的，要用上不上果报来 include 这些领受跟推度这样子了。OK， 我们有同学问起呢，中介问起说，一个行路过程里面呢，同学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有同学开始问些很好的问题了。你看中介讲，他说一个行路过程里一定要有无因心才可以吗？但是的，肯定要有无因心。没有可以吗？没有啊，没有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前面呢，他落到只是跑前面，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就停掉，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呢，如果正常的行要跑到去塑形的话，他一定要需要这一些来承接他后面的。为什么要有呢？这是新的规则来的。到第四章我们会提到新升起有它的规则所在的，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背后是有规则所在的。那刚这个为什么讲是要有和没有哦？这个也是在到第四章时候第五章会特别提起。就文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呢，当如果一个女众看到老鼠会跳起来的时候呢，这就是因为呢它的塑形已经跑到塑形的比索原了，那么要有这一些的话呢，一定要有无因心去承接它过来这样子的。但是如果那个所缘非常的疲弱啊，落到什么都没的话哦 ，OK， 我让同学翻一翻，就马上有答案了。这些找啊，因为这个问题也不多人这样子问的。好，来同学请翻开你的就是书本148页，或者是第四章节八的图表。同学请翻开。OK， 中间你的答案已经有了了。那就是呢，没有就是无因行的话呢，它是属于极为系所缘呢。同学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好第四章节八 ，OK， 好，所以呢，它是可以成立，但是它是那种极为系所缘，没有任何业力的，没有任何业力的。但是呢，如果是说要产生业力的话呢，它一定要开始延续到去塑形跟比所缘，这才会构成业力，而这些是需要极大跟大的所缘，大点的创机才可以了。OK，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被人问过。来，同学，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呢，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无因心就很重要吗？应该是说它是绿叶了。这个问题就像一套戏里面 ，clever 重要不重要了？你不可能套戏只是主角的嘛，主角演什么鬼，对不对？一定是要很多客串的哈。所以他这边看，如果没有无因心这个阶段的话，他是不会跑后面的，不会跑后面的塑形，就不会有后面的有因心的善缘所谓的造业了，是吧？所以呢，一套戏开头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绿叶，过慢慢把主角带出来，类似是这样子的。OK， 好，所以中间的重要是这样子来讲，它的重要啊。OK， 好，好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啊。好啊，所以呢，这里有提到就是因使到它相应的心与心所稳定坚固的心所。好，这个呢也是同学我们可以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了哈。所谓的相应心所，不知同学记不记得哈？举例这个了哈 ，OK， 比方说这个是属于有因心哈，这个一门转生是无因，比方说它是喜剧之相应无形心哈，那么这边里面呢，如果它有因的话哈，它的因是属于，比方说就是无贪心，喜剧之相应无形哈，它的慧心所就是无慈心在的话，它会令到其他所有的呢，所有心所和全部合起来变得稳固。所以同学记得它的关系是这样的，它一个心所它就可以牵动其他，而每一个心所都有个别的功能来牵动其他的。所以呢，这种呢是非常奥妙的。这个如果是不是说参观观得出来的话呢，用义理来推论没有办法推论得出来。所以这是它特色的地方在这边的。好，过呢，接下来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呢。好，接下来就有请就是
思敏读一读啊 ，OK 有问题，来，好。再看他的这个草案里面，他讲前面讲金钟巴利文别度，他下面讲阿毗达摩论，所以他是分两个阶段，是一般上经典的用文别度，就是我们所谓第一种文音，然后面阿毗达摩里面用的摩拉，是指贪嗔痴无上无上的现象状态，所以他虽然都是音。可是它是用在不同地方，金的音是用在因果的音，论的音是用在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哦，这样啊，好 ，OK， 好。我的理解这样，我不懂，对不对？啊，不完全，我开始显了，因为这其实是到巴利文哦。首先，同学看的阿毗达摩论的。我看到在经中。啊。阿毗达摩论，我就把它切成两段。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哈。OK，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里的根是摩拉，我们讲有贪根、痴根，贪嗔痴根了哈。啊，这个根呢，摩拉本来都是这样用的，这个没有问题哈。好，来，这个里面的黑度啊哈，是这里的音来的哈。啊，通常我们一提到音的话呢，我们用的是黑度来的哈。然后这个你看到他说音或根嘛哈，他只放一个巴利文了，我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们看一下，有问题吗？正确是这样子对不对？好。OK， 好好，同学是这样的哈，他其实呢，这里到重点不在于，看了、啊、巴利文黑度用于代表广义原因 ，karana 哈，OK， 你的问题就是在于是这里的这个，我还不大抓到你的问题，你再讲一遍，简单来讲是，就是在区分经典用语跟论点用语，在经典论用语里面，音是指因果的因，而论点用语里面。音是指这个看见之后，看不见之后的这个对对对。哦啊，都不是，都一样啊，不管是这个是 head to 的音或者是根，两个指的都是这六个形声，一样。在经典里面，我们一般上看音的时候，都是因果的音嘛。啊，是的。论点的时候，我们才会谈到这个音是三音。哦，没有，我是指就是说，如果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啊，它出现音的话，对不对哈、哦？啊，就一定是谈这个角度了的。对，可是上面他讲经的，一般上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它的音是因果的音，而不是这三个。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一般上如果是经里面所谈的话呢，应该分别说了。论的话，肯定一谈这个音呢，是一个是这方面的音，第二呢，其实呢，在巴查亚哈，就是我们所谓的十二因缘的时候啊哈。也会有用到这个音的，那这个音本身就不是黑度来的 ，OK 哈、啊，不只是金嘞，就不是摩拉啊，就不是摩拉来的，所以同学一定要辨识得到呢，这个音是摩拉，还是说十二因缘里面的音，因为十二因缘的音不是这六个形所来的、啊、只有呢在这个范围里面谈的呢，六个有音性无音性的音才是这个，所以不限于金，论本身都会有两个音，中文的音会出现的。啊、看是在十二因缘还是在谈心所了。啊，是的，然后看范围，只要他一再谈十二因缘的话，我们就大概知道啊是那边的范围。但是如果是十二因缘谈十二因缘的因，又有提到就是这六个心所的话，你要去辨识到巴利文了，因为翻译的一样的关系呢，可以了解吗？啊，那在经的话呢，经的话不止这六个心，就是说谈到因。就完全不是这六个心所的话呢，啊，这个除非要读到完所有阿含经才敢下这样的结论了、啊、因为我们一般感觉是比较没有的、啊、你是一般感觉。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哈、啊，好，然后在内文里列出六音哈、啊，好来啊，就有请思敏读一读了哈、啊。在内文里所列出的六音贪嗔痴三音必定是不善。无贪无嗔无痴三因则可以是善或无忌，当生起于善心，他们即是善；当生起于果报行或为作心，他们即是无忌。无论是善或无忌，这三因都是没心所。一心分类，于此有十八种心是无因的。即我们转向双无四领受推度确定及生效心，其余的所有七十一心都有因，在他们七十一心当中，两种纯粹只与痴相应的心只有一因，其余十个不善心以及十二与
是不相应的欲界眉心，一共二十二心，只有二因，十二与自相应的欲界眉心，以及三十五广大与出世间心，一共四十七，有三因。好，感谢你来讲话最大段。不是数学，是阿毗达嘛、嗯。因为如果是加减乘除就是数学了，但是加减乘除背后的理论你不懂，那个就是阿毗达嘛不懂，所以你加对没有用的，一定要后面的原理对。所以简单来讲，古代的论史 mathematics 也不太差，不然他都 compose 不出一个那么复杂的东西来的。而且他们好像 account 基础不错，一定 balance 的。你看他很多角度去都 balance 的，所以这跟 account 有关的这个好、啊、我在怀疑我们这班全部学阿毗达嘛，不知前世不是也是搞这一行的，所以今世投胎学佛法又是跑回这个领域来。Okay, 这边有一些义理，看同学可不可以理解得到。好，我们先消化这一段哈。好，同学，我们看呢、啊、，OK， 无贪无嗔无痴三因是可以，贪嗔痴一定是不善 ，OK， 这个不难了 ，OK， 一下就理解了了啊 ，OK， 好，接着下来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可以是善或无忌的，嗯，同学有没有了解到谁？三也可以懂 ，OK， 无忌可以理解是无忌吗？好，同学，请找回无忌的定义，在第一章里面有无忌的定义，看谁可以把它找出来。在第一章里面哈，线上线下找到的就可以直接说出来。它是站在心的品德那边，那个部分那边，在第一章。心站在品的归类，也站在就是欲地色第五色地归类，在那个塔那边、啊、所以善的定义不善的定义跟无忌的定义同学。啊，有谁找到吗？好，同学可以翻开第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第一章五十二页，或者是节二十九注图说明啊，节二十九注图说明第一章，然后表一至五啊，同学看到没有？无忌心它定义就是果报心跟唯作心，有看到吗？啊，有没有看到？一样吗？我们的页码啊，有找到对不对？好 ，OK， 好好，你们看这个表啊，这个表里面有出现，不过其实我倒不是要这一个 ，sorry 啊，我要的是这一个啊。我记得第十一页有啊。第十一页它有些果报心、唯作心是属于不忌啊，无忌或不定啊。我们要的就是第十页跟十一页啦，同学请找回十跟十一页，关于本性啊，善不善果报唯作啊，就是要这个部分的。好，同学稍微解释一下，同学看看白板的部分哈。好，我们讲什么是果报心，就是缘以业而成熟的心，就是果报心。OK， 没问题哈。好，什么是唯作心？唯作心就是呢，它就是它本身造了业不留下痕迹的，这个就是唯作心了。OK， 然后呢，果报心一般上啊，它这边的定义啊，同学看，它有给到就是非善非不善，同学没有留意到？
他离不开这几个定义。他说果报心跟微作心两者是非善非不善、哦、那当他提到非善非不善的时候呢，就说他善心不善心归类不到他，所以呢他唯有以他放到去是果报心或者是无记心里两个做归类。但是如果呢他是业成熟就是果报心，那他本身如果是微作心的话呢，他就是属于造的业不留下任何痕迹的，那个就是属于微作心来的。这两者就是定义就在第十页里面都有提到了的。OK， 同学可以吧？哈，哦，打瞌睡了，同学了已经。OK， 好，同学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下去看了哈。好，这几个概念呢，有时候需要些时间来让它更熟悉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他说，当升起于果报心或微作心，他们却是无记的。OK， 好，所以呢，同学这三种心哈，果报心、微作心、无记心，无记涵盖了果报跟微作。那果报是业成熟之后就称为果报。不管是善不善心，那微作心呢有两种微作，一个是无因微作，一个就是阿罗汉他们升起的心来的啊，就是两种微作啊，这些全部呢都是没有办法产生业力的啊。他讲啊，不管是善或不善呢，这三因都是属于美心所来的。同学留意一下美心所啊，是的。好，然后同学我们接下来就看这边它的内文了哈。来，我们先画一画重点了哈。好，其实呢我们呢他这段文里面呢，我们都已经看图表的时候已经率先已经了解来了，对不对？有没有留意到？好，那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些数学呢背后它的理论讲的是什么。好， OK， 好，我们就去比较仔细一点点。好， OK， 好，好了，同学我们先看一看了哈。来，有请，就是我看这些啊。 OK， 我看这样子，我给些时间同学。同学这一段呢，请你自己对图表，确保你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把它对得出来。这一段，来，有请同学，给大家一些时间，一对好就可以举手了。永兴一位好了，文良两位好了，你们两个好像快过电脑哦。三位道具好了。
终结四位好了，四零五位好了，以零六位好了，嗯，确定就是一门转向了，是。啊，柔荣跟慧婷就打字表态了哈，你们 OK 的话哈。好，柔荣好了，气味哈。好，我们过半了了，来，同学们看一看哈，我们直接看内文。因为在内文的时候呢，就顺带这些细节通都会有提到哈，有请秀娟读一读哈，其余十个不散席，有请哈。其节六支诸读说明，其余十个不散心，八个贪心，有贪与痴两个因。两个嗔根心，这有嗔与痴两个因。十二以智不相应的欲界美心，这些欲界美心是善果报，以为作各有四个，只有无贪与无嗔，因为以智不相应，故没有无痴。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这些心都有三美因。总结，贪嗔即痴是三不三因，无贪无嗔与无痴是三个善即无忌因。当知有十八种心是无因，两种有一因，二十三种有二因，以及四十七种有三因。好，感谢。他的著述说明没有什么特别内容了。看啊，这些同学留意到吗？都已经哈、啊，一看我们一开始看图表已经讲过了的了啊。啊，你看这些十二以智不相应欲界美心、啊，都是讲过了的哈、啊。不过可能同学会不是很熟悉哈、啊，来我们画一画哈、啊。这些都是已经讲过了的了、啊、所以同学，如果你刚刚我们有一半的同学还没有完成看图表的，可能在进度跟上有一些基础有落差，那同学你要回去补一补它的了、啊、接下来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章节，就是作用之概要。同样的，同学请翻开作用之概要的图表、啊、请去分析它，看看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什么特点、啊、整个图表里面的、啊同学有请了，作用之概要，整个图表。
因为啊有问题是啊好，来也请。啊，等一下先啦，我让我先知道你的位置先，是哪里呀、啊？那个句子在哪里啊？节六哈，一下哈，给啊，节六，节六，啊，余心分裂啊，是的，那个句子在下，嗯，第二段啊，第一段、第二段在他们好来，然后呢？两种，啊，嗯，对，两种是指，嗯，哦 ，OK， 这两种是指这个哈，我那你看看图表啊 ，OK， 好，来，你看图表，嗯，音质盖哦，是指这个来的，移跟调矩形，啊，对对对。啊 ，sorry， 我放错图表，应该这个图表才对。啊、这里一个音啊，受词概要，啊，我没有 copy 到音词概要了。啊，是，啊，你看你的图表那边啊，就是指那两，就是那两个来的了。嗯，一根调取来的。啊，东西好了，都可以表态了。以林一位好了，宋杰两位好了，秀娟三位好
分量四位好了，新兵五位好了，五位。一晚六位。好，来同学，我们可以就是看一看图表了。来，大家看一看就是作用值概要这个图表。好，首先呢在这个图表呢一下就看到呢就是呢你们都是这个图表了哈 ,OK, 好，它有14个作用的。啊，同学留意。在这章里面作用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它就是拿来架构第四章的心路过程的。好，所以我们看看它这边，首先第一个看到它两个分类，那就是呢一个是离心路，离路心，一个是路心，啊，同学留意，这个你要 highlight 起来。所以呢同学你看图表的时候你要开始发现，哎，有这样子的区别线，这些答案它全部都会有给到的。好，过后呢我们看到有14种啊，对于呢我们刚学同学有些是陌生的，不过就知道，哎，有14个是知道的，然后有你很熟悉的就是五识见闻修长处啊，这是你熟悉的，然后过后这些名相领受推度也是你熟悉的，领受推度确定数行都是你熟悉。好，过后我们再看一看啊，就往下面最后下面这一边啊，那我们会看到呢这边呢总计里面呢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哈，我们看一下哈，作用哈，copy到两个作用哈，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好。在这边我们看到呢就是呢
他心是89个没有问题哈、哦。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作用里面呢，首先前面三个是19个的，然后过呢这边很离奇的，突然全部出现2，然后有一个出现3，然后呢有一个出现1，过一个会标出55来，然后又一个标出11，看到吗？哈、哦，数字上是蛮极端的。那么这个极端的背后呢，就藏着一些很重要的理论。同学，我们先看一看这边，杰森有份死亡安德黎星路的。三个都一样19，所以他们应该是同一组的。过呢，这些全部都222的呢，显示他们一样是同一组的啊，在作用的部分哈、啊。那领收也是2的，但是推度同学看到吗？出现3的。OK， 好、啊，好同学，为什么它出现3呢？有谁可以大概回答得到吗？因为在上火爆为作星，是有舍受。乐寿，对，就总共推度有三个啦，三果报有两个，然后呢不三果报一个，所以出现三也是三就出来了咯。OK， 好，同学这个你一定要看得到，然后你要可以解答得到的。好，过我们再看呢，就是一个确定哦，它却是放一的啊，这个就有点奇怪，对不对 ？OK， 因为其他全部都222嘛，那个跑出三，突然跑出个一来，为什么是一呢，同学？啊，你请示寻找看什么原因，为什么它是异的呢？你应该会去找的呢，应该也是回去时报运行那边尝试找出，看看会不会答案在哪里、啊、我们先不看课文了、我们有同学回答了，确定就是一门转向了。道君可以当论师了哈，啊，这点上完之后，对，应该要发愿哈，啊，对，因为有些同学会很快可以有一些领悟的哈。OK， 来我们同学看一下，接下来是55，接下来是11哈，好，这些数目字我们要稍微去理解。同学我们看一看呢，它出现19哈，你们看一下，你看呢，贪嗔痴心全部是空到完的，然后同学看一下，无因心这一边呢，推度这边就会画出来。怎么会推度跑出来的？其他全部是刮伤的呢，很离奇，对不对？是不是同学？你们看，好，这个呢就是呢，全部呢都是刮伤的哦。同学，你们看这边，这里的总计是19，对不对？好，来，sorry 同学，我要回来看这一边这一排小计哦，这排小计也是，我要先回来看这排小计先。同学，你看一下，这边呢是E，就是只有一个功能罢了。看到没有啊？塑形全部都是E，对不对？一个功能，好，好，全部一个功能。但是这边却有一个出现5个功能，是什么星来的呢？对，同学，其实这个表啊，当一看到这样离奇的数字，你要把它圈起来了，因为它太过唐突了啊！这些数目字哈，你把它圈起来，然后呢，就是去假设它答案。假设不到的话呢，过后你会很特别留意的了。那同学看呢，其实它全部呢都是一个，只有这个唐突出现5个。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推度里面，首先第一哈，它是在就是杰森有份死亡里面，它有份扮演角色的。同学，就是这里的19，它会有份扮演的。过后呢，这一个是什么星来的？同学看一下，我们往上看，就是推度，它本身推度也做推度的功能。过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比索缘啊，对，所以这意思是讲啊，推度这两个字，它却可以称为果报星，杰森有份死亡，它又可以推度，它又可以成为比索缘，这是最多功能的。同学可以知道吗？在这一排里面呢，是显示它有几个功能，5个就是指这个星有5个功能，哇，它是一个啊，就是角色很大的。但同学还记得吗？推度星是什么星来的？有因还是无因？对，偏偏一个无因星却可以有5个功能，这是一个特色来的哈、哦。所以呢，你早早把它看得出来。各位同学，我们再看呢，这个5个功能的呢是舍句来的，但是呢推度里面又有一个是越句的，它功能就雕成2个罢了。那就是呢，它的功能继续是推度，还有它的功能继续就是比索缘。OK 哈、哦，好，接着下来呢，还有一个是2个功能的。那就是一门转向，同学看，那一门转向有2个功能，是哪2个功能呢？那就是
啊，转向，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是数确定，看到没有同学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确定的功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属于就是转向的功能呢啊，所以就出现二在这边了啊。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了哈，二二出现，同学过这些全部都是一的，我们看看三星只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对，数形，同学看呢，扇形只有数形的功能，刚刚很多出现异的，同学我们看一下不扇形只有什么功能罢了？对，只可以数形罢了，哦，告诉我们只有数形罢了，哦，过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呢，然后这里的是报无音星有一个功能的，那就是这一个，同学看，就是生肖形来的，也是一个功能，然后呢扇形也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做数形罢了。同学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去到果报星这里了。OK， 好好，果报星啊，好，在这边呢，他们是有四个功能的，就是属于这一个果报星，喜剧之乡亦有心无心这一串果报星四个功能。它那四个功能呢，同学前面这些是什么？对，接生有分死亡。同学意思是说呢，果报星的功能是扮演接生有分死亡。还有最后面的那个就是比索缘，所以它有四会出现，所以同学留意哈，四它出现是蛮有特色的。好，过我们知道哦，原来果报星的功能可以产生四个，它比起这个扇形功能还多。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围柱星功能也只有一个，是哪一个呢？就是树形罢了。同学你会觉得离奇吗？围柱星是树形的功能，那么前面树形的功能是有哪一些？同学看到吗？对，善跟不善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善行不善行跟微作行都会在树形这边产生功能啊，这是一个比较离奇，因为我们知道微作行哎都是不造业的嘛啊，但是善不善是造业的嘛，但是它归类都是产生树形那边啊，而产生功能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啊，过呢这边呢啊有一的啊，这个呢也有三的。同学三的呢是属于果报星，看到吗？ OK， 果报星那就是劫生有分死亡果报星三个功能。 OK， 然后呢这边个别只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同学这一排是都是树形来的，所以善星为作星是树形，它延续之前的规则了的了。 OK， 好过呢初始减星，同学看初始减星只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对，树形。同学留意到吗？它有点奇怪，就是呢刚刚就是原来初始减星全部的道星果星是树形的功能，再加上刚刚之前的就是围柱形又是树形功能，散不散形就是围柱散不散形也是围也是树形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树形会飙到55个那么多出来啊，它就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 OK， 好来有人有问题请问。我们说树形是在造业，可是维作星跟这个初始建星都不造业，这个不是相同。其实没冲突，是你背错了。其实树形的定义不是造业，树形的定义是迅速的跑的意思。所以呢，造业是在树形。对，造业是在树形，但是在树形不一定造业的啊，这就是我啊，所以你一维系错，你就出现问题了好啊。其实我们这个误会了也有很多年了的啊，到最后一出现这个问题一找回，哦，原来树形的定义不是造业，树形定义是迅速的跑。 OK， 好来同学我们把这边完成，所以这55个就情有可原了。 好来，然后这边呢同学看这边是有19个，对不对？是从哪里来的呢？同学我们看一下，这19个呢就是第一哈，不三星它没有分，然后推度它有分，过同学看到吗呢？果报星它有分，然后过呢依然是果报星，对不对？好，无世界又是果报星，对不对？好，它坚守它的原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全部是果报星，再加个推度出现19的 figure 了。 OK， 好这个规则蛮好找的。过呢这些全部是二的，二的是显示什么呢？全部都是双五四了，同学看到吗？意思就是说这边全部都会有两个功能的，都会有二两个功能的，一个勾就是二的意思，因为它有善跟不善的关系，所以就是二了。 OK， 好这个不难理解。好
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哈。好，过呢，三义五十五已经讲了啊。同学，我们留意看十义哈。好 ，B 所缘最后一行啊，为什么会出现十义？同学，我们看一下，不善心通通不会成为 B 所缘。过呢，十八无因心谁会成为 B 所缘呢？十八无因心，同学看，对啊，可以看白板啊，就是啊，推度会成为 B 所缘。过呢，还有什么成为 B 所缘？就是对果报心成为 B 所缘，欲界，还有呢，就是没了了，对不对啊？所以它变到是十义。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在这一边，它到了欲界，它就停下来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果报啊，这一个 B 所缘哦，在欲界里面才产生的，因为它世界无世界就没。所以同学你们留意看呢、啊，这个十义跟十九啊，它差别就在这边了。这里会出现十九呢，是因为它有把世界无世界包含在里边，但是这个十义是 exclude 掉，它就十义。同学有没有看到？嗯 ，OK 好。所以同学留意啊，就是呢，这些数目字呢，你要可以把它看得出，但是背后的原因看不出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数目字有了，你有这个概念，再接下去读呢，就容易的多了的了。好，同学，我们今天是不复述的哈。在解答道君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把就是作用的定义哦，先稍微读一读它，做个开头先，这样子哈。好，来，那接着下来就是就有请就是我们同学读一读。好，请永信读一读《于作用之概要》当中，有请。于作用之概要当中，作用有十四种，即一结生，二有分，三转向，四看，五听，六嗅，七尝，八触，九领受，十推度，十一确定，十二塑形，十三彼所缘，以及十四死亡。当之一阶段分类，它们则成十种，即一结生，二有分，三转向，四无事等等。好，可以暂停哈。好来，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停了哈。道君有问题是属于第二章的问题，也可以先做个提高。接下来呢，就道君提高道君有，这是主题啦，来有什么？